小儿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没有，我觉得我自己可以搭好帐篷的。行，那交给你了，我去逛逛。啊！啊！哦，真的，我那走。嗯，师傅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他是……哦，刚刚问路的。哦，你好，我是他女朋友。哦，是吗？嗯。这个帐篷怎么搭成这样？ 我刚出去玩吧，要不要帮忙呀？我搭帐篷很有经验的。不用麻烦，不麻烦，一会儿请我喝杯咖啡就好了。那我也来帮忙吧。你就别添乱了。对啊，这种事情交给我们就好了，我们应该很有默契的。嗯，行吧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去买咖啡。 喂，在哪呢？我也不知道我在哪。哦，到了。小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就是没买到咖啡。是因为咖啡的事儿，还是因为别的事儿？好了。 我们先回去吧。来，给我家小孩做咖啡喽。这不是奶茶吗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嗯。吃吃看。哇，这不是我最喜欢的乌龙亚拿铁吗？而且里面的芝士波波一口爆浆，一点都不腻呢，好好喝呀。 你喜欢就好，赵医生3月22日至24日，香喷喷奶茶节，一元喝整箱牛乳茶，活动时给你多囤点，随便携带也很方便，而且口味很多，想喝什么我都给你做。嗯，小孩，其实你可以不用那么懂事，你可以放心告诉我你喜欢什么，或者是讨厌什么。师傅，哎，帅哥，一会儿你能帮我拍个照呗？我听他的。 那个，他可是我男朋友，你不许去。好，不去。